妈，你也快坐下吃。嗯。没事，你去拿个盆扫过来。啊，好。儿子，米饭够吃吗？妈，不够哎，锅里没有了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嗯。要不我都给你吃。哦，你给我吃啊？嗯。好。我得给你吃，你把胃给我，谢谢妈。妈，糖少，我的米饭呢？啊，妈，怕他宝贝儿子饿肚子，都给我吃了。你别笑，儿子，你慢慢吃哈，我去拿点东西。哦，好好好。别说啊，妈炒这个萝卜干还挺好吃的。好吃吧？好吃、啊。这是我买的。你买的。妈，你回来了。嗯。来，我去吃这个。啊，妈，这全是给我的呀。嗯。呀。哇，烧鸡啊。好香。没再扣了吧？妈，都是我爱吃的，来来来，就这样吃独食，来现在吃，谢谢妈。妹，咱不吃了，跟我回家。老公，快点起来吃早饭啦！来来了，叫。哥，你先吃啊，你先坐啊，我去给你打水洗脸。哎，妹子，哥，这是一家之主的位置，你坐那。你要早饭呢，不要做这么早。现在都已经十一点多了。十一点多就十一点多嘛，我都是睡到自然醒的。黑哥，你怎么也还没吃早饭呢？嗯，还没吃。嗯，没吃，没吃好。你在吃饭。在吃什么？葱油拌面，吃饭。这面看得不怎么样哎，挺好吃的，你尝尝吧。这样，我想吃包子，你去给我做包子。没有买包子，今天就将就吃吧。我说我现在想吃包子，去给我买，快点。好吧。女人就不能讲惯着，哼。那个。这个面条你不吃的，你看一下什么味道？啊？嗯，还可以。要钱吃了，哥啊，你等一下，包子还有包子。哥，要不先对付两口，要不要？我不吃，你先吃吧。不吃、啊。
哎呀我的天哪。包子买回来了，我去拿个盘装的。怎么去这么久啊？榨菜好吃。哥，快吃包子。等一下，哥，你看有什么馅的？啊？不是、啊、怎么都是肉包啊？你平时都喜欢吃肉包的呀？我昨天就开始就不吃肉包了，我看我都胖成什么样了，天天肉，我能吃肉吗？我去的时候你也没跟我说，这还用说吗？看你是想害我，一天天的。大哥，给你吃。我也不吃。你也不吃啊？这样吧，哥，我给你做点其他的东西啊。你们呀就是笨，太不懂事了。哎呀，放这里浪费了。滚！这榨菜还蛮不错，好吃吧？好的。这是给我哥吃的。什么给你哥吃的？我不能吃吗？你不是吃饱了吗？你吃了这么多东西。谁说我吃饱了？我还没吃饱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呀是让我先吃饱，然后把好事留最后给你哥吃。你这人都嫁过了十几年了，怎么还嫁到娘家人呢？咋这么自私？我跟你讲，小心呐、啊，早晚一天我也丢了。哼，你这种人就不应该有老婆。说的对。妹，咱不伺候了，跟我回家。放下，我来了嘛就吃，动不动跟你讲，一天到晚的。这什么玩意？我做的小笼包。我知道是小笼包，我是问你什么馅的。你别笑啊！还有啊，你做的什么小笼包啊？还不给我塞牙缝呢？还有这个肉啊，拿放大镜都看不清楚。你吃这个呀，这有肉，没塞够肉。我都怀疑你这脑子有问题啊！这肉这么大一片，我怎么塞啊？你当我的嘴巴是河马嘴巴？真是的！还有啊，你是不是跟那个卖猪肉杠上了？昨天排骨，中午辣椒炒肉，晚上梅菜扣肉，你叫我怎么吃啊？吃这个鱼炖粉条。哼，还有鱼头炖粉条的呢，你这脑子有问题啊！这鱼头应该放点豆腐吃才好吃。哼，啥事没有？我说请你出来干嘛？废人一样。啊，这么贱！露我就巴说了。今天你啊吃空气，你别笑，哎呀谁叫你吃的呀，你就给我吃空气，说谁呢？叶老板，说谁猪呢？啊，吃饭呢？这怎么样？
今天啊，做了你爱吃的羊肉，哦对了，还炒了个你爱吃的牛腩，然后有饺子，有面条，有米饭，再配上这个辣白蒜呀，或者说辣酱呀，今天可没得挑了吧？不是，你这个羊肉这么大怎么吃？手抓羊肉好吃。哼，哦对了，这里有把小刀给你配的。蔬菜都没有一个怎么吃？哎呀，这不是蔬菜呀，生菜。生菜喂羊啊？哎，不是啊，这羊肉不应该夹个馍，然后裹这个青菜才好吃吗？啊？这有那个饺子，还有面条，还有白米饭，你非要吃什么馍？你看一下，这哪在跟这个羊肉搭？这哪在跟羊肉搭？还有这个羊汤呢？不能搞个那种汤，能搞个馍那一夹，然后肉一裹，这才好吃，懂不懂啊？赶紧去。你个猪回这个是羊汤，你们放点葱，放点花生，吃香菜，猪脑袋行。报告，报告。用小刀。我还得拿。对，搞点辣酱。不是，你是猪脑袋吧？姜菜不放，葱也不放，你盐也不放，你脑袋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啊？说谁了叶老板？说谁猪了啊？叭叭叭叭叭叭！今天你啊，啥都别吃了，对对对。